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进入倒数期嘅阶段啦，咁演唱会咧就嚟到啦，咁已经进入咗一个整装待发嘅心情咯。系嘉宾啊，嘉宾有三晚啦，咁三晚都会有唔同嘅嘉宾啦。好好啊，佢哋即系我一邀请佢哋嚟，希望佢哋可以同我一齐分享呢个咁开心嘅时刻，咁佢哋好爽快就答应咗。全部都是我的好好的朋友，也是我很欣赏和很喜欢的朋友。我们有合作过的，有电影上合作过，或者在音乐上合作过。有看着我，陪伴着我一路这么多年一起成长的歌手朋友，也都有我很欣赏的一些新人，新的歌手都有的。所以保持神秘感先啦，不过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好惊喜嘅。今次其实大家都注重喺形态上面啊，喺舞台上面，即係要表达到嗰套服装本身要表达到一种情感。因为我试我个演唱会其实有某部分係有一啲故事性，咁所以希望喺形态上面每一 part 都做到不同啦，咁我哋揾咗數位嘅設計師去即係做不同嘅服裝，咁有啲服裝其實而家喺外國度亦都縫製緊啦、做緊啦、趕緊工啦，咁希望演唱會之前咧，我諗一個禮拜前到啦就可以試衫啦、fitting 啦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，因為而家其實大家都睇緊啲草圖，但係睇啲草圖已經令到我好期待啦。咁我就更加唔可以怠慢啦，見到啲衫咁靚，咁我更加要即係注意自己飲食啦，操 fit 自己，務求再到嗰件衫會更加靚咯。其實我嘅餐單同我平時飲食都差唔多，因為我平時飲食都係好注意健康嘅，唔會即係隨便食太多零食啊咁。飲嘢會好注意啦，唔好太甜啦、走甜啊、走冰啊咁啦。不過真係因為近期咧有改咗少少習慣，其實咧我好中意食飯嘅，我好中意扒飯，即係中國人都扒飯嗰啲感覺啦。咁但係扒飯即係你會即係過多吸收即係澱粉質，就即係轉化成糖分，就冇咁健康啦。咁所以最近咧我就轉咗咧就食個藥飯，咁真係好好嘅，因為佢令你有飽肚感啦，有扒飯嗰種滿足感啦，但係又唔會肥喎。係啊，所以最近其實就即係餐單上面就轉咗少少啦。今次嘅音樂總監咧就係，趙振熙老師。咁咧其實同阿熙真係識咗好多年。我哋喺唱片上又合作好多。演唱會度咧，我第一個人生嘅紅館演唱會喺2002年 G for Girl 演唱會咧，都係佢做音樂總監。咁隔咗咁多年之後，我哋再次喺舞台上面合作。好開心啊！因為我哋大家溝通亦都好緊密啦。音樂上面有好多嘅好精彩嘅改編咯，即係直頭係每一次即係 Chris 即係彭浩老師收到一個新嘅編曲嘅時候，佢都即係忍唔住行個 GG， 真係改得好好，今次啲歌真係好好，大家都覺得好即係好驚嘆，就係呢一個重新嘅改編好好聽，配合舞步好好睇。我都覺得好感恩，即係今次同佢喺大家，即係我自己啦，喺我人生唔同嘅階段度，即係再次同佢重遇再合作，大家又有一種好全新嘅火花出嚟咯。阿希都喺我舞台上面嘅，無論係唱歌指導啦，或者係彈琴嘅部分，都俾咗好多嘅幫忙。今次有啊，今次有準備彈琴嘅部分，覺得可能因為我睇住我女學琴咧。咁我重拾翻自己彈琴嗰種熱誠中間有即係有抌低過一排，即係對於彈琴呢樣嘢，有時人好得意嘅，即係某一排你對跳舞有種熱誠，某一排我對某嘢有種熱誠。咁呢排我除咗對跳舞有熱誠之外咧，咁我又重拾翻對彈琴嘅熱誠咯。咁我自己喺屋企練琴嘅時候，我又會即係彈俾屋企人聽下。咁我女見到我彈琴。佢又你知啦，秀田冇人間間開人爭係真嘅。我彈開咧，佢就媽咪幾時到我啊？咁但係平時擺喺度，佢唔會過去彈嘅。所以我哋互相咧，即係會互相影響大家，就係對音樂、對彈琴啊，重拾翻一種熱誠咯。係啊，唉，其實呢個決定咧都好掙扎嘅，因為其實我又好想可以留喺屋企度準備，但係咧我即係點講咧？我個女其實都幾黐身嘅。
咁咪又好黐心嘅對我。咁如果只要我喺屋企咧，咁啊哇成日黐住我啦，希望我同佢做乜嘢做乜嘢，做功課啊玩啊咁。咁譬如之前得閒嘅時候，咁我真係成日都陪住佢。咁我而家彩排，其實我真係好需要多啲自己空間。咁我就做出咗一個決定，就係我其實可能要去酒店度即係準備呢一段時間，我先可以更加專心去跑完舞或者練完歌回到屋企，回到酒店，咁我可以好專心去準備背歌詞啦、練琴啦、睇啲 steps 啊、記下 run down 啊，即係真係要一個好靜嘅環境咯。咁所以我就做咗呢、這個，其實係對自己好殘忍，但又好需要嘅一個決定咯。係，佢都要接受噶啦，係啊，佢明白嘅，我有同佢解釋過咯，即係我哋都可以 FaceTime 嘅夜晚，即係你有啲中文功課唔識咧，咁我哋都可以 FaceTime 去教你一啲中文功課啦。咁但係我就冇辦法喺屋企啦，因為我要專心啲瞓覺，瞓好啲啦，同埋要多啲嘅空間去準備咯。咁佢都好明白嘅。咁其實可能咁樣咧，佢會更加期待我嘅演唱會添啊！即係隔咗一排冇見咧，可能見到我上台會，佢反而會尖叫，喂，媽咪，好耐冇見啊咁。